阿丽，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会忝无？假骗，上一天的课未忝，迄拢黑白讲啊，未忝。坦白讲吼，这真忝。来，我正有一个问题啦，要来请教各位。但是呢，我这个问题吼，各位你莫参考别人。出来，大家目睭拢揢起来，莫偷看哦。唔通偷看哦。你目睭紧紧咧看我要创啥？目睭揢起来。我即摆问你一个问题：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即句话若对，你举手。好，请你手放起来。啊，我阁问你一个问题，听好清楚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我讲一摆吼、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即句话若对，对话，请你举手。啊，你目睭白玉金，在座各位吼、哦，两套标准啊。大家拢知影讲国宾饭店绝对毋是讲你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嘛。啊，无采我昨日上课，我台湾即块土地是啥诶？日本天皇诶啊！啊，你讲台湾是台湾人诶，台湾歹势吼，不对。你诶所有权证伫倒？啊，若真正是你诶？无啦，啊你交啥物税金？地价税你交啥物意思？啊你诶厝落来，你诶土地啊落来阁交税金吗？所以你来看，政治上有真济诶口号是你家己挂诶，你听无诶？有注意哦。啊你若几岁，你着向骗几年？可怕呢！啊，你会讲啊？啊，台湾人是我台湾人的台湾，啊，不是谁的？日本天皇的，谁讲日本天皇的？大清帝国有权利将台湾这块土地割让给日本天皇，表示讲大清帝国有权利嘛，伊有伊的所有权嘛，所以伊唔才会将台湾这块土地来割给人。啊，那不是你日本迄、那个大清帝国的？伊哪有权利讲将台湾割让？啊，有简单无？很简单呐、啊。所以你甲看，台湾这块土地，唔是台湾人的台湾呐、啊。四百年来，台湾人唔捌建立着这块土地的主权甲政府。啊，现主席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蔡英文讲是流氓政府。啊，我来问各位，什么叫做流氓政府？什么叫流氓政府？知影你举手来看麦啊？知影，讲唔对嘛，我紧啊。走路的，讲走路。这种的是感情上的呢。什么叫做流亡政府？你听好清楚，离开家己的法定法定的土地，在外口建立的政府叫做流亡政府。所以真清楚，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今日是台北。不是台湾哦，听好清楚哦。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在台北建立，是伫1949年的12月初三甲初十这礼拜，伊宣布，伊讲
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其实这句话啊，是真有意义的，真有意思的话啦。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自迄个以后，参加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组织，拢用什么名 ？Chinese 台北奥运、世界卫生组织、独独世界贸易组织，伊用什么名？知影你举手？世界 WTO 啦 ，WTO 用什么名去参加？我别讲啊，对，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你刚刚看到独立关税领域，啊，你唔知意思啊？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这是战争法里面，美国跟墨西哥战争的时候，美国占领一个都市，一个港口，这个港口的生理人为着税金，到底我给你占领，我这个税金要交给美国还是要交给墨西哥，搞不清楚啊，提出法律诉讼，法院最高法院判决，他说这个港口的名叫做独立关税领域，一个独立的关税领域。所以独立关税领域的意思就是占领区啦，占领区就是用独立关税领域。所以台湾跟澎湖这两地所在是美国的占领地，所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卖光你唔知啦，你一定会也搞不清楚啦。啊，这上签的你知唔知？蔡英文签的啦。所以你一定会你问蔡英文讲啊，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无人答得出来啦。噶落尾啊，你一定会叫我去研究的，我甲讲，那是全世界美国讲的，我占领，所以就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啦。啊，所以当证明什么代志？台湾这块土地，偏好这块土地，还阁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啦，好清楚嘛？所以有的土鸦面的讲，啊，我都无看到美军呐，哪有占领？那真正是叫做土鸦面啊！你无看到警察，你敢袂当讲警察管不到我？袂使哩。所谓的管辖，这样的概念，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坏，这样叫做管辖。我有张上好跟各位说过，这个领空，美国宣布伊拉克的这个领空，说你不敢飞机给我飞过，你如果飞过我就给你打，占领。所以占领有很多形式，这个领海准备当过，啊那过我甲你拍，占领。这个美国这个要求啊，到今日为止，我爱正面甲你讲，你台湾澎湖是我的占领地，但是伊做足侪代志，实际上是你跟全世界讲，台湾就是我占领，啊无你是要安怎？问题是台湾人呢，他都啊，蔡副主席讲，无承认战败，大家拢去享受讲战胜的荣誉、荣耀。所以伫1945年8月15日的时阵，台湾人敢那战败一礼拜啦，靠一礼拜尔啦，一礼拜以后，伊无承认讲战败，伊换作摇身一变。我是建信国，就是讲建信国有啥物好康的？但是中国人来台湾，敢将你当作建信国？伊将你当作建白国啊！所以伊来台湾是甲你吞搭，一个文化真低的民族来台湾
因为台湾迄个时阵受日本的教育，已经伫各方面拢比中国人搁较悬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学校的校长无读册做学校校长呢，伊是中国人，就真侪嘛。即在座各位，恁拢有真侪拢有经过嘛。甲我读建中的时阵的老师嘛是共款呢。迄夭壽啊老师，迄英文老师啊，上课第一节课，甲你拉英文呢，啊夭壽咯，惊一跳咧，嗨啦！啊，这老师建中的老师可能水准拢真高，但是我甲各位讲啊，敢若第一节课讲英文尔啦，中国人是拢用嘲笑、用骗的。所以建中读册时阵，他们讲老师拢无路用啦，拢靠家己读的啦。啊，因为老师拢是中国人啦。马英九有真侪少年啊！哦，马英九好棒哦，读这足牛诶，读建中啦，读台大啦，啊，读这个做美国的哈佛啦，叫是伊足巧诶。我甲你讲，马英九甲我同共一届。我是用考入的，迄科是用补送的。高中一年，我讲我负责呢，我甲伊讲解啊。看伊敢甲我讲无？高中一年三科无及格，数学48分，无甲伊算出遮尼啊歹，所以咱台湾即摆经济足歹的嘛。他根本就不懂嘛，爱落地呢。因老爸迄当阵呢？就是台北市东部的主委，用关系，让伊升级起来，升到高二。高中毕业，参加联考，伊读文组的啦。迄当阵建中24个班，其实正港录取入的900几个，啊，24班你也想看咩？哪有遐济？我当阵我嘛感觉真奇怪。一班50个，啊，24班，差不多1200个，啊，900个，放榜有迄个名单嘛？你唔知影，恁可能无经过联考啊。我以前有放榜有榜单啊，榜单都900几个，那1200个，入去了哦，你知影囡仔拢会互相问，你考几分？啊，你考几分？奇怪，看门都边啊都有4、5个，拢无要讲伊个分数。落尾啊！跟我比较接近了，才讲我是保送的。哎、欸，有保送吗？我哪不知道有保送制度？就是讲遐个人，遐个中国人，遐个华侨保送。今日马英九搁再一摆啊、喔，伫台湾这块地区啊，保送哦、喔。我甲你讲，伊迄是有计划的培养伊个后代台湾的接班人呢、啊。大学毕业。考大学的时阵，伊考掉队，淡江呢，佫加分入去台大。台大毕业以后，台大的法律系，我甲查，台大法律系因迄届敢若有一个人考无掉台湾的律师了，名字叫做马英九。伊用奖学金，国民党提供奖学金，让伊去哈佛去读册，读法律系啊。啊！伊个博士学迄个论文写啥嘛？你知毋知？钓鱼台啦，钓鱼台上个，你有上过外课拢知影。钓鱼台上个，讲日本个，讲台湾拢对啦。迄、那个推阿面就是讲中华民国个。我甲查哈佛大学毕业个法律系个学生，敢若一个人无考掉美国律师啦，名叫做马英九啦。有当想着做暗谈的啊，和三流的人来通敌咱一流的人，这台湾的现状嘛。迄当阵我会记伊头一摆去选的时阵哦，我伫台北车头拄着，哦边啊遐查某囡仔叽叽叫呢，我就讲啊死啊死啊死啊，稳调的，果然调呢。照统计啊，迄届吼，差不多是查某囡仔转互伊的。啊！你看，即届阁转予伊，啊！即摆才干干叫，
我经济偌歹，我讲你死好，你家己选的啊，你家己选伊的啊。迄人含数学都考48分啊，要来换台湾的经济，我都换嘛，很奇怪。用中国人来统治咱台湾人，即马搁再一摆，马英九开放中国的留学生、高中的、甲大学的。听讲即马建中嘛免考试呢，用补送的。你唔相信？我讲即句话，你甲会记咧？搁再几年啊以后啊，若准美军无甲占领、无甲摕倒转来吼，搁互伊补落去吼，台湾的统治者又搁是中国人。阿扁怎会去抓他关？你想看看，会记得无？连前那天阵阿扁去用打枪，就东宋那边，伊哪讲？窃国，阿扁窃国有无？什么叫做窃国？你若讲台湾人甲伊中国人同款伫台湾这块土地，拢是这块土地老百姓的时阵，那有什么叫做窃国？所以阿扁绝对抓他关嘛，好加在蔡英文无调呢，啊那调伊嘛会死。我跟你讲，流氓政府的中国人，哪有可能允准你台湾人做伊的总统？你是比占领的人呢？你是比打败的人呢？但台湾人唔知死活，哪有可能？你讲阿扁啊总统，其实两年前的8月份。美国有跟我说，你跟阿扁说，叫他钱不要回来，我美国将他们全家给他载去美国。这真正的事情，我有代表美国政府跟阿扁说，当然啦，阿扁入去皇宫了，我会跟他见过400面，包括有一次我叫他签字，签一个授权书给我，我替代替伊告美国，我相信恁在座可能晚上看到迄个报纸。去年的8月份，我甲陈志忠讲，我讲你钱唔通回转啊，你就是回转啊，照常甲你关恁老爸，而且你就是互你调，照常会甲你提调。唔是今日我咧讲哦，咱在座只晚有证人哦，咱的迄个副主席。潘良华，伊喊我做伊去的，我刚刚咪甲讲啊，伊不爱听。迄一个光头，迄个人我不爱讲了，讲甲伊讲哦，算啦，一定会调，算啦。当然嘛要算啊，伊若算，唔免开钱会调啊。结果我讲的有准无？又调，甲提调嘛。因老爸伊回7、8月回来，照常伫遐咧关呐，佮差不多6个月前才来过来甲我讲，林生，啊唔知还有机会无？会当来帮忙阿扁啊无？就标准的台湾人的心态。我明仔开嘴，我问你咧，我怎么开口？机会敢若一摆尔？现在台湾民政府拿到机会，我们要建立我们台湾的主体，我不敢说国家啦，的自治区、自治国。我问你，唯一的机会，我们才会让它轻易放掉。所以民政府这些干部非常的小心，当时在座各位在这里受训的目的在哪？虽然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做官，但是你的机会很大，将来的政务官是要在我们在座各位来敬。你说、啊、我如果没来上课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当然还要上过高级课。哦，上三天两天这样你就会背听了，还早呢。台湾地有足深的呢，上过安尼，你就当去做官，还早嘞。你还阁上过高级班呢，但是唔是明仔载就有高级班呢？
咱都要接一定的人数以后，才会通知各位讲，你有要上高级班无？高级班上煞，就当做经济部长，还早嘞。啊，佫有经济方面的专门的课。但是有一点，咱会当确认的代志，现主席中华民国的这政府官员，咱一日都不爱用。啊，你免怀疑吗？太破啦！要用啥？用咱这的人啊，爱有主干。我问你咧，过去台湾足侪人咧话，我们要重返联合国，要加入联合国。是怎会不行呢？为什么？含去个申请联合国的秘书长都含看都不爱给你看，给你弹出来。阿扁的时候听说，将申请文件偷偷的塞到门缝，是怎会不行呢？因为台湾不是国家嘛，防占领嘛，敢那未输亲像一只虎神。要想要飞外口，啊，弄几下摆都弄不拢飞袂过，是安怎？头前有玻璃嘛，飞不过嘛。啊，我请问你咧，阿扁的时阵讲几下摆，台湾要公投，美国讲 no， 为什么？恁有上过课啊？简单的问题啊。是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咱讲要公道，啊，咱讲甲咱讲喏，是啊，袂当公道。你举手我看麦啊，什么原因？来，你讲看麦啊。占领那袂当公道。哎呀，讲要占领那袂当公道。三个乌白讲啊，所以你有亲嘛？我讲这个问题有亲嘛？很简单的，你听我跟你讲，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啦，一种叫做什么人？本土台湾人啦，对咱啦。啊，另外一种什么人？对，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请问两种人带到里面哪公道？听上去，啊，你知无？为什么不能公投是原因一家啦？到底是听咱的，还是听遐死中国的？当然是爱听咱的啊！啊，但咱的安怎？所以美国才会讲：来，你台湾民政府开始发行身份证，巧的，你都爱张罗去申请啊！美国甲咱讲，这个身份证摕到，将来听清楚，将来啊，我有加两个字哦，将来唔免签证。唔免 interview， 直接入去美国。哎、欸，你讲奇怪啊？美国有这款的例吗？有，什么例？波多黎各。1898年，美国甲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战输，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挂给美国。到今日为止，已经百几年啊！1899年，波多黎各到今日为止。它是属于美国的海外领土，海外领土这个名称是为对来，也是高等法院的判决。因为波多黎各是殖民地，殖民地挂给人，还是照常是美国的殖民地。问题过来了，啊，台湾是不是殖民地？不是嘛？我怎跟你讲，你都没记啊？在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的诏书已经从台湾这个土地性质由殖民地变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人已经变成日本的国民了，公民了，所以这可以去做兵，可以死了去入靖国神社。我们去靖国神社39100的给他参拜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们有够好运哦。是怎样？总是比国民党来台湾，将一挂台湾人掠去中国做兵，去替因拍内战，二拜叫台死遐人，较好运嘛。死以后要当伫靖国神社，互日本人拜嘛。
啊，遐人要找啥物人讨？无地好讨嘞，死拢死应该啊。所以，台湾的苦难，台湾人的无德，是伫台湾本身啊，不清楚。啊，搁台湾的贪小便宜啦，你唔相信？你听我甲你讲，年底美军入来，若无足济台湾人啊，你所看到的吼，会甲你讲吼，我老早就足赞成迄个台湾民政府啊。你看下卖啊！我讲这句话，你敢记的？你等于哦，敢笔敢写起来，讲某年某月，某林志兴讲这话，你看有影无影？哦，迄林志兴我捌你啊，我不骗你呢。即马含唔捌我的，伊都听我乌白讲嘛。其实我的应酬真少，我唔捌出去外口。恁含我安尼一只见面哦。算我唯一的机会了。你当时伫外口有通见到我，你放心，我绝对无。谢谢哈、哦。台湾人伫这个现主席这个社会内底，爱主义的代志第一条，爱先认识家己。要坚决你家己的信用。台湾人若要恢复以前，第一要承认战败。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日本天皇的呀，但是咱若承认战败，对咱无坏处哦。啥那无坏处？承认日本天皇的，今日日本天皇甲日本的政府的关系。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米内底，甲限制死去。因为第一条米先讲啥，就是日本天皇已经授权，予日本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去实施伊的国体甲政体。所以日本天皇变成安那，耳仔去用暗掉咧，嘴去用打一个沙龙帕斯。但日本天皇也会当摇头点头呢，这就是安怎？咱去日本，去日本别迄个皇宫，甲日本天皇万载有吉啊！日本天皇出来点点啊，甲你摇头，讲我同意你们自治。迄句我加落，但是我甲美国讲就是讲这啊。我相片甲翕咧，我家己咪讲讲，日本同意已经，日本天皇已经同意了台湾自治。因笑一下，遐么变过，用台语讲有理啊。啊无，我啊无你去问日本天皇啊。六七十年来，日本的皇宫头一摆，除了着日本的迄个马路旗以外，出现的旗啊，就咱这支旗啊。所以今年的十二月二十甲二十，咱要第二摆，要搁再去一摆。所以各位啊，开始欠钱，爱来参加。我甲你讲，这摆你若去吼，你还会惊着，因为咱头一摆去吼，咱是去百五个，出来甲咱欢迎的才有两三百个。这摆咱若去吼，你知有偌济人会欢迎无？啊，一千个尔哦！我甲你保证，若无超过两千个，我头互你剁做椅仔坐。啊，若两千个人去吼，日本报纸叫伊莫阁报。美国国安局讲，咱所有的行程啊，一撮细节，人拢记甲清清清呢。咱的总理嘛，甲我讲啊，大家伫画日本天皇出来，大家伫画满载的时阵吼，伊目眶直直练啊，直直练目屎啦。我会当理解咱总理伊迄种的心情。啊，若故意无多理解吼，表示讲咱拢是无感情的啦。
日本天皇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呢。所以中国要牵关的来跟台湾牵关的，你说有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我台湾跟你什么关系？你老早在台清的时候已经挂给人去了，你今天要说怎样要拿到回去，不好意思，又再一次战争了。所以尼克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恩来说讲的六点里面第五点讲得很清楚，他拜托尼克森说，请防止日本势力再度进到台湾。所以中国人他们的高层都很清楚的，但是台湾人以前都不知道，一直跟我们论述下出来发现说，啊，嗨啦，原来我们这块土地的主人还是日本天皇。虽然这样来说，中国政府的媒体到今日为止不敢跟我们骂，我们照国际来，照国际法理来。我们如果没照国际法理，老老早早我们这个组织去让中华民国抓死了。谁人来不来来？我每一次上课跟我们的学员说，哪敢抓你，你们说是听我的，我都打起来。啊，他敢来抓我吗？我给你保证，100%不敢来抓我。所以你们有事情都抓给我就好了，这样好吗？这当然嘛好，要偌好啊，拢大家拢好，你看。我咱讲实在话啦，今日台湾这块土地是属日本天皇的，但是美国军事占领。奇怪咧，啊那敢若看到咱看像中华民国，咱去告美国以外，咱阁甲美国讲咧，三点第一。因为我如果更不要说美国军事占领，有人就拿钞票出来跟我示威，这样你不要用这个钞票，里面有写中华民国，这样没有写美国passport里面写中华民国，也没有写美国，为什么？我跟你说，这就是美国人为着伊家己本身的利益，你模糊台湾。你敢知影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奇怪呢，台湾这块土地竟然是美国的国内法。1979年的4月7日，美国国务在参议院跟众议院通过台湾关系法，而且追溯跟1979年的1月1号，想来1979年1月1号，因为1978年的12月31号，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断交，啊，因为1945年的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让蒋介石来台湾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从那一天开始，他交给中华民国来管理，因为占领可以叫别人来代管，啊，这是真正战争法里面的东西，啊，因为他代管以后，伊伫1978年的12月31号断交以后，伊这个关系袂当叫断去啊！啊，那断去的时阵吼，美国都无占领权啊，所以伊无必要断去，伊用一个台湾关系法，所以将台湾即组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个政府改号做什么名？
Taiwan Authority， 台湾当局。哦，这就是经过演变，就是安尼啦。但是马英九，伊对我拢不爱讲这啊。其实马英九知影无？伊知影。陈水扁知无？知影一半。你甲想看卖阿扁有讲啊？伊要落台，2006年的6月26号 ，Stephen Yang 杨淑丽去总统府，甲阿扁讲：“你站起来，站咧，读美国训练三条。”阿扁是错干咧，啊，训练讲煞安怎？啊啊，搁跌落去，干那会当讲，袂当互你看。啊，你要听无？你一定爱听。啊，你若无听免啦，直升机随到，甲你载去。马英九也有可能也会这样呢，所以美国伫香港的代表伊讲啥？中华民国要解决真简单啦，5分钟就解决啦。你敢讲假？唔是，5分钟解决，甲再造就是啊嘛。所以大家咧烦恼，啊！你台湾民政府、中华民国要哪个解决？我甲你讲，台湾民政府甲中华民国唔免为敌，因为台湾民政府要摕政权，唔是向中华民国，是向啥物人摕？美国军事政府 USMG。所以咱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军事政府，啊！中华民国要解决啥物人解决？美国来解决啦、啊！你要解决啊！所以所谓的民进党，我顶日甲讲，伊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是安怎讲？伊党章第一条嘛，中华民国民进党就是伊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伫运作，你较运作嘛是袂当超过中华民国嘛。所以阿扁啊讲啥？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李登辉做12年的总统啊，伊都无可能，伊哪有可能？绝对拢无法度啦。所以咱都爱惊体制外，战争外个坑嘞。来美国，你甲我叫战争外来规矩来办理。所以咱即摆做的成果有啥物物件？第一，我台湾人袂当做兵，哪有人叫人占领的人去做兵？你敢捌听过？我若做兵，我要效忠啥物人？照道理，我若去做兵，咱爱效忠谁？美国啊，你占领这啊，啊，咱若效忠美国，美国都要发护照咱呢。啊，无啊，啊，咱效忠谁？效忠中华民国。啊，发中华民国护照，歹势吼，我毋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你占领这，你袂当叫我去替你做你的兵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这个土地，什么人把你轰炸？你都不敢说呢？美军啊，没有腿啊，没人说日本吧？你不能说没说。我有一次吼，甲12个博士生啊，谈话，我甲问啊，我是真啊惊一条了。我吼，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轰炸台湾？日本，7个竟然讲日本啊，我险啊昏倒呢。我讲实在呢，博士生呢？讲日本轰炸台湾呢，卖讲海破事情啦，我第一人啦，一个奥巴马嘛讲日本呢，啊，中华民国教育有够成功啦，真正有够成功啦。好，美国轰炸台湾，当年美国是台湾人的啥？敌人啊，对不对？伊敢那轰炸当然是敌人啊。啊，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啥物？同盟国对不对？啊，那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嘛？今日大家拢是中华民国无啊第一头壳顶，搁你选伊的总统，你看台湾人有笑啊？真正有笑啊？你家己想看卖啊？所以，迄当阵我叫台湾人，你唔来去选举。大家讲哦，啊，若无去选的时阵，马英九会调伊呢？你去选嘛，伊若调，伊绝对调的，谁人绝对调？你知无？
我讲民进党这人头脑足歹，唔是我咧讲，我讲一个代志互你听，因还阁唔知影，因安那输伊都搞不清楚咧。迄摆一月十四日选举的时阵呐，伊中华民国选举委员会公布讲，有效的投票人数是1808,000呢，对不对？都嘛对，我讲嘛对，你家己无看嘛，但你等于变看我讲的对唔对？我一句话都未讲唔对。啊，台湾人总人口偌济，2300万，对不对？啊，未当投票的人是啥物人？0岁加20岁嘛，啊，你啊照迄个比例，未当投票有偌济？照道理来算啊，差不多650万呐。啊，但是2300万靠1808,000啊，安尼500万啊，相差偌济？150万。做票150万，150万伫内底，你民进党用双卡去登票，你就登输伊啦。这个推阿面呢？啊，遐150万票为谁走来？为谁？你啊，拢无人知嘛，无怪民进党输甲黑黑的。唔是做票。你啊，你讲代表爱罚500块。受过分的吼，袂当讲迄两字啊。迄两字是叫做中国才对的。我甲你讲，为谁来呢？迄中国人走来台湾的，刷入去搁移民去其国外遐的人啊。遐人拢总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啦。遐人拢倒来投票啊。一架飞机对一架飞机拢免钱的呢。因为我有同学啊，毕业以后，因中国人啊，要投票以前打电话给我，讲哇，你好不容易啊，你很辛苦啊，回来投票啊，那当然回来啊，哦，你很有钱嘛，我们不用花钱呢，啊，为什么专机耶，够零用钱呢，啊，你戆台湾人，你该拼。台湾人爱集中选举，你若我都将投票率甲降到50%以下，美国爱出来，爱听我的啦。你袂赢，伊就输你150万票啊，50万票啊，你要带介投啥物票啦？推啊！吼，迄当阵哇，你甲想看卖啊？一月十四日以前，气势偌好咧，民进党气势偌好咧，有无？哎呀！我唔知是，伊讲是带因查某囝的啊。我讲，这唔知是藏在体育馆内面，甲遐个人交陪啊，带去内面，也唔是。我甲你讲啦，国民党即摆咧做票，唔是像以前迄种做票啦。即摆一票3000、5000，我足清楚的。尤其是迄个亲历的地区啊，啊较睁开啊，伊即摆安怎做票，你敢知？你知无？你敢若听着讲哦，一票3000，一票5000有啊？安那做票？啊，未选举以前，恁到几个？5个。唔咩啊？伊要遐饭桶，伊无遐戆啦，摕着你张票食去。恁到5个，我15000，我先付你。恁到几个？有8个人，24000付你。但是甲你讲，选举前一天，是不是爱交来？未当去当票。国民党的手腕啊，所以你啊好加在蔡英文无调啦，我无骗你啦，伊若调，伊嘛照常掠伊关啦。哪有可能让你台湾人去做中国人的总统？推阿面的，咱是台湾人，咱唔是中国人啦。但伊教育足成功的啦。这个拜三我要去成大演讲，你若住伫。台南住伫高雄，你会当来？
早时十点。我相信我迄蒋维文甲我邀请啦，蒋维文恁知无？吼、哦，即摆红拍拍，伊甲我邀请我去演讲。我甲你讲，我若演讲落去到地吼，我相信蒋委员会加几啊分呢？因为遐学生囡仔历史拢总零分呐、啊，遐学生啊所读的历史拢是假的啦。我问你咧，上简单的就好啦。中华民国讲，伊讲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不对？你若相信有五千年的历史，你摇我好吗？摇手。你看我讲了，你不爱举手啊？我跟你讲啊，三千年尔，啥物三千年？因为有文字啊，有文字的才三千年尔。你五千年要对来？泰国的这款中国人家的人啊，咱真正是台湾这个民族，虽然是有一小部分为中国移民来，这是事实。啊，即马讲咱数典忘祖，是因家己的数典忘祖，咱哪有数典忘祖？咱的祖先是平埔族呢，平埔族的呢。真真正正来讲啊，恁倒捌用迄、那个以前用火柴有啊？火柴恁叫咱叫啥？番仔火，番仔火对不对？外口的物件叫做番仔。遐中国人才是番仔呢，台湾人唔是番仔，所以番仔会你著知影，你著会晓讲迄番仔会，迄番仔是国外物件摕来用，迄叫番仔的物件，番仔会。啊，中国人后摆叫伊番仔，番仔中国才对啦。啊，即马一日几排说，讲咱的原住民是番仔，啊，即原住民推阿民啊，咱内底嘛有原住民啊，咱是对原住民真好啦。咱足济教育去予伊教甲密密麻麻，我甲你讲真正的。台湾的地位，真正的地位就是日苏美战，是属日本天皇，但是美国占领。啊，若讲日本天皇的，我即摆外口，我相信嘛就足济人佫开始甲骂啦。哎呦，对一国来统治就好，啊，咱予日本统治，啊，日本对咱台湾人偌歹嘞。啊，你也是，你也去用骂我，跟你讲，因为中华民国的教育，中华民国教何主公哦，日本人是足歹的呢，是窃占台湾呢。欸，你挂号来讲窃占台湾？我你即摆你讲安尼哦，我讲着你听。好。大家讲日本正歹，我不免听啦。中国是安怎？你要听无？要搁听无？还是要去食饭？我你上讲啊，足公道的，甲歹数，一百分啊！这人历史一百分啊！
真好。伊吼，讲甲我甲你讲吼，伊所读个物件，含我真正研究拢一模一样。搁再一摆甲拍破，一百分。我都头先有讲过啊，吼，即个死中国人的教育哦，非常成功啦。教到今日台湾人哦，混日本人啦，你敢知影？美国鸟的风波，全世界包括欧盟哦，美国有会当入去哦。欧盟会议600票对11票会当入去，日本、美国会当入去。韩国、美国一当入去，独独台湾。落尾啊，民进党甲台联甲公布一个讲，台湾的猪肉比美国啊，搁较毒，毒2000倍啊！你敢知影美国想要入来台湾？为什么？台湾人有几人食牛肉的啦？你有食牛肉？食你食，请举手我看麦。一个而已，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今天美国要入来台湾是因为美军自己要吃，美军在年底两万名的美军要入来台湾，他们这入来的美国人要吃什么？牛肉，让你美国入来，你上帝是你不要去买而已嘛，我们自己要吃不行吗？美国人就你可以吃美国啊，台湾人不能吃，台湾人敢有影讲食的物件拢无毒吗？想看卖啊，马去哦，派个司机演变做一礼拜，甲演变做啥反日？漳州日啦，一个司机叫人拍，赔偌济？赔入院啊，赔偌济？一个是赔50000块台票啦，即摆迄个司机咧赔偌济？300万啊！迄是你制造啥社会反日？一个是反美，一个反日啦。即死中国无爱互日本势力入来台湾啦，无爱互美国的势力入来台湾啦。但是我甲你讲，你听清楚，美国的美国绝对入来台湾。你无接受嘛，袂使。你是伊占领地呢？美国是还袂变面呢。马英九遐软是安那？因为美国要变面啊。咱甲美国讲啊，在在走好啦。但是咱台湾民众还袂好呢，佫差一半的人啊。啊嘛，毋是讲吼，台湾民众有清清菜菜，逐个人入来拢会当去做官呢。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也是要优秀的，有思想的，来带领后摆台湾人。我可以跟各位保证，现在是中华民国这些官员在体制里面，我们一个都不要给他用。那些人会做什么？贪污而已嘛，会做什么？你没看到报纸吗？100块的医生真的用在工程里面才几%而已，无一半呢，像哪第一、第二啊？你刚看迄个花博，开偌济钱？迄若咱来办哦，无只8亿都有啊。台湾人我都讲无，你真正无都讲啊？司法嘛，伊咧控制，我甲各位保证，台湾民政府若执政迄一天。司法甲废掉，咱予美国的司法人员来暂时来代替现主席今日这司法人员。你把你告，你犯你这告，我讲你免告，你绝对输啦，一定输嘛。伫个体制内底，所以民进党伊讲今日要去选举。啊！你甲看伊个算敢有效？无效嘛？安怎讲？因为全世界无一种个法律讲，伊会当家己消灭家己个，没有啦，没有。说台湾人读较无清楚，
我不爱耽误作为伤济吼，食饭的时间啦。实际我阁本来是还阁足济话啦，吼，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这节课上到这好唔好？啊，来食饭吼，啊，七点照常上课，真艰苦啊！今日还上到差十点，我跟你讲。多谢。今日起，今日，小姐，楼卡食暗。